这个大众精品时间，네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언제나 기대와 설레임으로 가득한 메스티지 소개를 맡은 저는 애터미 전문 큐레이터 이상미입니다. 한 달에 딱 한 번 이 무대를 통해서 전 세계 애터미 회원분들과 만나고 있는데요. 그 설레이는 마음만큼이나 이번 달에도 아주 매력적인 상품들이 준비되어 있다고 합니다. 자, 8월에는 어떤 따끈따끈한 신제품들이 출시가 되는지 지금부터 저와 함께 가시죠. 자, 가장 먼저 이 무더운 여름 땀과 유분 때문에 화장하고 나서도 번들거리고 끈적이고 찐득찐득한 이 얼굴 때문에 고민 많으셨죠. 심지어 온종일 마스크까지 쓰는데 화장까지 쉽게 지워지고 묻어나고 불편하셨던 분들이시라면 이 시간을 꼭 집중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오랜 시간 동안 보송보송하면서 투명하고 매끈하게 화사한 피부 연출을 시켜드릴 수 있는 아델리카 루스 세팅 파우더를 지금부터 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 자, 일단 루스 파우더는요, 애터미에서 처음 선보이는 가루 형태의 피니쉬 파우더입니다. 피니쉬 파우더란 여러분들도 아시다시피 화장 마무리 단계에서 사용하는 파우더인데요. 유분기를 잡아주면서 메이크업의 지속력을 한층 더 높여주는 파우더가 되겠습니다. 아델리카 루스 파우더의 강점은 바로 놀라운 크기의 아주 미세한 입자가 될 텐데요. 미끄러질 듯한 초미세 마이크로 파우더 입자가 아주 미세하게 피부 표면의 주름과 자잘자잘한 모공들을 투명하게 커버를 해줘서 마치 블러 효과를 연출한 듯한 매끄러운 도자기 피부 표현이 가능한 벨벳 매트 피니쉬 파우더가 되겠습니다. 제품 소개를 위해서 제가 필드 테스트를 먼저 해봤는데요. 제가 직접 사용해본 느낌은 마치 사진을 포토샵했던 그런 느낌을 받았습니다. 물론 개인차는 있겠습니다만 저는 얼마 전에 출산으로 체중이 20kg이 늘었다 주면서 얼굴에 모공도 넓어지고요. 주름도 많이 늘어나고요. 그래서 화장하면 주름과 모공 사이에 끼어서 굉장히 속상했었는데 이 루스 파우더를 사용하고 나니까 파우더 입자가 얼마나 고운지요. 모공과 주름 사이사이를 촘촘하게 메워서 투명하게 커버가 싹 하고 되더라고요. 그래서 피부톤도 굉장히 매끄러워 보이고 톤도 화사해 보니까 상대적으로 피부도 어려 보이고 그래서 제가 이 파우더를 사용하면서 피부 좋다는 칭찬들을 정말 주변에서 많이 듣게 됐습니다. 거기에다 메이크업 지속력까지 아주 길어지니까 피부变得非常的好.안쓸 이유가 없더라고요. 而且呢它这个维持效果也是非常的长的后来以后呢我就把这个所有的粉饼呢全 交替换成这个定妆粉，可以说这是我一个非对我来说是一个爆款。那么这个定妆粉可以维持这么长时间的效果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实力、它的这个遮瑕力，还有这个提亮的程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增加了两个粉饼。第一个就是 sebum ketchup powder， 它可以呢遮瑕，而且呢它的这个粒子呢是非常的小的。而且呢，第二个是 natural origin powder， 可以呢这个 powder 呢可以呢控制油水的油汗的这个平衡，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化妆呢不会显得非常的厚重，而且非常的细腻。所以呢，很多的男性也可以用这个定妆粉。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有叫 grooming 种，就是说非常喜欢爱美的这种男士，经常会去用这个 BB 霜，还有这个遮瑕霜。那么这些的男性呢，对这个自己外貌非常关注的。些男性呢也可以用这个定妆粉，而且呢，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有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紫色。蓝色呢，它可以去缓解整个脸上的这个红晕，然后紫色呢，它可以让这个面发黄的这种人呢，会让它变得更加的亮丽。所以呢。做完彩妆以后呢，大家可以用我们这个配套的粉饼去在这个 T 区还有三角区爱出油的这个地方去进行定妆就可以。
用这个粉饼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紫色和蓝色两个颜色都要均匀的涂抹在脸上。而且其实大家用完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会觉得我们对这个细节是非常的讲究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粉饼呢也没有用这种荧光粉。当然我们除了这个粉饼以外呢，我们还配套了一个这个毛刷，所以呢希望更细腻更淡非常清淡这种妆的人呢，可以用这种粉刷来进行涂抹。那么我现在向大家推销这个产品呢，是在8月10号将在上市，希望大家届时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大家翘首期待的这种维生素 H 生物素。维生素 H 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能量。那么人们一说到这个生物素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好，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没有听说过这个生物素的人呢，可以在这个网上去打一下，去搜索一下。那么在网上会有很多为什么要去我们去这个用这个生物素，而且对我们的哪个部分好，相关的信息是非常的多的。那么生物素到底是什么呢？生物素呢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必要的一种元素，那么对我们整个这种蛋白质还有核酸合成新陈代谢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生物素呢，在其实通过这种食补是很难去补充的，因为在食物当中含量是非常的低，而且呢在我们体内也是很难合成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爱多美推出的生物素。那么我们爱多美推出这个生物素呢有五大特点。首先呢第一个是含量，那么含量要达，我们这个爱多美的生物素呢含量达到了5000毫升。那么这个生物素呢是维他命 D 当中的一个水溶性维他命，所以呢就像这个维生素一样，它是因为是水溶性的，所以吸收我们的身体呢吸收一定成分以后呢，剩余的部分会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呢我们每天要去吸收充分的这种生物素。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用了是游离型的生物素。那么这个生物一般的这个生物素呢到的这个肠内以后呢，必须要通过这种生物素酶进行分解，但是我们爱多美的这个游离型生物素呢不需要这种生物素酶的分解过程，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所以呢而且第三个特点呢，而且我们还获得了这个清真的认证。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颗粒也是非常的小，所以说咽也非常容易吞咽。那么最后一种呢，我们这个副原料也是都是非常对身体好的，是有啤酒干酵母，而且还有这个摩尔达维氨苯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爱多美的生物素呢，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那么对于这个蛋白质新陈代谢不均衡，或者觉得非常体乏而且身体无力的这些的会员，每天一粒就可以让你充满能量。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爱多美的生物素能让你的每一天充满能量。那么生物素酶呢是在8月18号正式上市。第三个产品呢就是儿童无氟牙膏。那么我们宝宝的用品呢一定要是非常的挑剔。那么我家的宝宝呢现在也是10个月，所以说当时选这个儿童宝宝用品的时候呢，我会每次都会非常的挑剔，非常的去细思。而且呢就像牙膏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是直接入口的，所以说我们当时选择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严苛的。那么爱多美我们这
种自然无氟牙膏呢，也是我正在选用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是来自法国的，是100%由法国生产的。整个生产工艺呢都是在法国，而且呢这一产品呢已经获得了法国 COSMOS 的认证，而且呢还获得了欧洲的一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有机认证。所以说呢，我相信可以满足大家，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大家看一下其中的成分，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成分呢，都是99%都是来自天然的，比如说木糖醇、甘油，都是严格甄选的。而且呢，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无氟牙膏。其实大家知道，小孩、儿童、宝宝小的时候呢，很难去牙这个刷牙，因为他们很容易去吞咽。但是这个无氟牙膏呢，顾名思义就是说没有这个氟的含量。大家知道这个氟呢，它有这个可以预防牙虫牙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如果要是把这个过量的去吸收这个氟的话呢，会对这个儿童有不利的影响，甚至是对这种肾还有肝脏都是非常有不利影响的。所以说呢，而在宝宝用使用这个牙膏的时候呢，36个月以下的时候呢，一般都会用这种无氟牙膏。那么从6个月以后开始去使用这个无氟牙膏，而且这个牙膏是纯天然的，纯天然香，没有这个过敏的芳香。相信呢，很多的宝宝呢，可以使用这个产品以后，非常的喜欢刷牙。而且我们这个无氟牙膏呢，获得了各种有关机关的这种认证，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么这个无氟牙膏呢，是在8月25日正式上市。那么最后一个产品呢，就是黑豆宠物尿片。那么现在的养宠物的人呢，已经达到了1500万名。那么根据相关统计呢，在平均在四个家庭当中，就有一个家庭就会养宠物。可见这个宠物市场呢，是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呢，正在成为一个蓝海市场。所以希望更多的会员呢，关注这一市场。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宠物尿片。现在很多人说是伴侣宠物，伴侣，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家人。那么这个宠物尿片呢，它分为大型和小型。那么这个尿片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这个吸收力非常的强。那么我现在在养2条狗，那如果这个吸收力要是不是很好的话，那么这个尿呢，会尿液呢直接会粘在这个狗的爪子上，所以呢会粘到整个屋子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尿片的吸收力是非常的好。我们的这个尿片呢，不是一两层，而是有6层，含有 SAP， 所以说呢，可以瞬时间秒吸这种，把这个尿液给吸收。而且呢，我们还进行了一种这个抑压效果，所以呢，可以防泄漏。除了这个超强的吸收能力以后呢，它还可以防止这个尿液向外泄漏。那么这个尿片呢，不会让这个尿液呢渗透到这个地板上，而且呢，在这个背面呢，我们还进行了一个这个防滑设计，而且呢，这个安全性也是非常靠谱的。我们在有关机关已经获得了这个安全性的认证，通过了苛刻的卫生条件相关规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尿片。
마지막으로 향도 중요할 텐데요. 而且这个香芳香也是非常的重要，是个柠檬香。 깔끔하게 사용할 수 있는 제품이니까요. 香气芳香也是非常宜人的。那么相信养宠物的你呢，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一产品的。这一款产品呢是在8月20号正式上市。 자, 이렇게 해서 8월 출시 제품 那么我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了四款在8月即将上市的产品，品质也非常的过硬，而且呢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届时给予积极的关注，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知道中秋在即，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会员呢很难回乡去探望父母，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我们的心意表达给这个家人呢？那么在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会向大家介绍，在中秋佳节之际，我们应该推销什？我们应该向家人赠送什么样？